又地方和剧本又闹起来了，你瞅瞅，他俩现在也没有那大脾气，也不是玩死了打了，基本就像半玩半闹着。你看，这跟袋鼠学的啊，一个是黑带，一个是黄带啊。橘宝，哇喵喵喵喵！橘宝，路易来找橘宝来了。你要进去吗？果果，你又杀个回马枪，又来吃来了。你俩又闹起来了。哎呦我去，橘宝，你怎么你俩你跟李宝闹，你还突然挠好看尾巴一下呢？这家要好看受宠若惊，受惊若宠的，啊！反击你了吧？啊，打你一下他就打你好几下，你瞅你俩又闹上了。你瞅，你看。小李宝那叫地躺拳，躺地上转着拳头，他就跟你鏖战。你过来，闪闪，闪闪，过来。别缠着路易了，那是你儿子。现在路易绝育后还不到2个月，所以就不能长时间的和这些母猫看在一起，在一起他受不了这。他们诱惑就完了，就容易沉沦，就容易犯罪。上一边玩去。人陆毅还很年轻，还有很多追求，对不？陆毅，别跟。妈妈、姐姐他们一样的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哎呦，你刚才不是叫了吗？2下，偶像，橘宝，来，咱吃冻干儿，哎，不是玩具，来，哎呦，哎呦，胖虎大哥。冻干儿，纯鸡肉冻干儿，鸡小胸冻干儿，去，哎呦去吃，哎呦去吃冻干儿去。哎呦，吃冻干儿。哎呀。哎呦，还是识货的！别挠了，你往那伸啥呢？小偷公司的，橘宝跟你握手去了，挠脚心去了哎呦，哎呦，你不用那么贼眉火烧的，你慢慢吃你的就行了。偶像，哎，冻干儿，不吃，不吃拉倒啊！哎，再回头看看，不吃，大帅，冻干儿，要舔了，我要一拿走，着急了，舔了，哎呦，这舌头带刺儿的，这就是冻干儿。整个的鸡小胸冻干儿，你还能舔出水来，嘿嘿，胖虎，舔你也像大帅那么舔一舔，胖虎嫌弃上面有大帅的口水，居然不识货了，那是冻干儿，
整个的不吃，睡的也不吃。你看，哎呦，吃的，睡睡的，先让哎呦多吃一个腿儿，不然来别的猫，它就容易受干扰，不爱吃了。